我想分享我小小的故事哦，我是刚刚新上任的玫瑰大师 Jolin Phang， 请大家多多的指教。自从我开始加入的爱多美的第一天，我就期待这一天的到来。我今天站在这舞台上，我真的很享受这舞台，这是我人生中一辈子的转捩点。 我最感恩的人是我的上线，如果不是他，我也看不懂爱多美这个事业。非常感谢他，请大家给我的上线一个热烈掌声。那在我的心目中，我最重要的人，也是我想感谢的人，就是我一起和我打拼一群的伙伴们。伙伴们，你们在哪里？这里。 是你们成就了我，没有你们也没有我的存在，没有你们也没有Jolin Phang的存在。给大家一个热烈掌声。我曾经告诉我自己，只要有我Jolin Phang的一天，我一定会陪同到你们迈向成功之路。 三年前的第一场爱多美马来西亚成功学院，是我代表全马来西亚的钻石大师上台领奖。3年后的我，今天再一次以玫瑰大师的身份站在这舞台上，分享我的小小的故事。3年前，我是一个很失败的女人。 3年前，我是一个走投无路的女人。3年前，我是一个完全没有希望的女人。就是3年前，我人生做了一个决定。3年后，今天的我成为了马来西亚的玫瑰大师。我曾经是一个有钱人的太太，我从来没有烦恼过钱。可是人算不如天算。 一夜之间，我痛失一切；一夜之间，我一无所有；一夜之间，我的前夫抛弃了我们。21世纪的女人，记得一定要拥有自己的事业才是最有保障的。我的前夫曾经告诉我，我不是做生意的材料。以前的我真的什么都不懂。 也不是什么做生意的材料，事实。可是通过爱多美的系统，我虽然不是做什么生意的材料，可是我是今天马来西亚的玫瑰大师。俗语说，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会有一定一个女人。可是今天我认为，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未必一定要靠男人。 我的父母亲今天也有参加这一次的成功学院，也是第一次参加成功学院。感谢我的父母亲这样多年的养育之恩，爸爸妈妈为了要来看我，为了要支持我这个女儿，坐了4个小时的巴士来成功学院看我。爸爸妈妈辛苦你们了。 我的父亲是一个伟大的爸爸，他今年79岁，从小就很不幸，从小就在孤儿院长大的他，他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父母亲，也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父母亲在何处，也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日子在何年何月何日。我童年的时候，我很顽皮，不管我多顽皮。 我的父亲从来不曾打过我，我爸爸曾经告诉过我，你再怎么样坏，爸爸也不曾打过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没有父母亲的痛苦，我从小就没有父母亲的疼爱。我现在身为人家的父母亲，我一定要疼惜我的孩子。我想借大家的掌声。
掌声给我的父亲。我的父亲一路来都很想拥有一个温暖的家，今天爱多美已经给我一个稳定的收入。爸爸，只要有你女儿的存在，我永远一定会给你一个温暖的家。Daddy, I will always love you. You are the best father in the world. Yeah. 各位爱多美的家人们，在我的人生中，我终未赚取五位数的收入。我很多次去 interview， 老板问我你有没有 diploma 的文凭，我问他 UPSR 的可以吗？他说小姐 ，UPSR 的是那里可以是小学程度。事实上我真的是 UPSR， 可是我却在爱多美三个月，公司进了30多千马币给我。哇！3年里，我们全家人每一天生活都是爱多美给我们的，给爱多美一个热烈的掌声。在我的人生最低落的时候，我曾经有想过要自杀结束我的生命，我感觉到做人很辛苦。可是我想一想，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死掉了，我的三个孩子将会在孤儿院长大，我真的不愿意看见我的孩子跟着我，完全没有未来，完全没有前途。所以一路来，我面对到几辛苦，我都会默默的承受，默默的耕耘。我常常告诉我自己，希望在明天，明天会更好。对。因为我知道，只要我跟着爱多美的系统，我一样可以成功。今天我做到了。最后，我一定要帮忙更加多的人成功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I would like closing today's speech in English. On the stage to share my Sharon's master's speech. Although my education level was only standard C, I don't really speak well in English, but I have strong desire to become better of me. I will keep learning and keep speaking until one day I will share my story in front of you again. Thank you, everyone. Regardless of the backgrounds, your age, your education level, it doesn't really matter. Yes. Yes.